大家好，各位，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首歌的制作啊，这首歌叫做《集结号现在这首歌用到的作曲编曲软件是Logic 9也就是老版的 Logic。那作曲软件呢，一般有很多有 Cubase，有 Logic，有 Ableton，有很多很多。那当然也有人用录音软件 Pro Tools 来编曲但是对我来说，因为我从一开始学习编曲就是用的 Logic 这也就是我一开始学习编曲用的这个软件老版的看非常还是很怀接念。下来跟大家说的是这首集结号用到的 Brass 也就是这个。对，这个乐器它的来源是 Logic 9本身自带的乐器它的名字叫做，那它这个声音呢，我选择挂了双 reverb，双混响一个挂在轨道本身，那另外一个挂在的是 bus 上面把它的这个轨道输出到另外一个 bus，然后在 bus 上面再挂一个 reverb 让声音出来的更浑厚也会有点浑浊，但是也会有一丝悲凉的感觉。那在弦乐的选择上面呢，现在听到的这个，这是来自 Omnispian 的弦乐，这个弦乐非常神奇它可以走高音，也可以走低音。这个电脑声卡有点问题因为最近不怎么用这个电脑了所以这个电脑声卡有点问题了那它的高音也非常好听所以我在弦乐最后。算了，这我卡这么厉害，好嘞，那我重启一下电脑好，电脑重启完毕，继续欣赏这首歌曲。好，这个 pad，刚刚我们说的 pad 是来自 Onispian 的一个乐器。那这个 Onispian 它的乐器呢，它有一个非常舒服的特性，就是它可以当 pad，让整体歌曲变得更饱满，把声音全部包容在里面。它也可以当高音的弦乐，所以这个乐器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那在这里呢，首先第一轨我选择是让它当 pad。在这里有一个 French horn，那这个乐器的声音它也蛮特别的，会有一种小悲凉的感觉。是来自 Nexus 的 Bass 选项里的这个乐器喜欢用 Nexus 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个 Bass 相对于别的 Bass 来说的话，更加有线条感。起来会比较有悲凉的感觉，和一个 double 轨在下面，是为了让这个主旋律的 mirror 走得更直。那在 EQ 的操作方面呢，我把上面的这个 lead 的 brass 呢，把它的低频都拉掉了。那这里呢，我保留了它所有的，我把它高频拉掉了，但是保留它其余的所有的东西。
下面看到的所有的人是鼓组。集结号这首歌就是这样做出来的。那鼓呢，我故意选了一个比较重的鼓，让这首歌听起来更加的震撼。上面走了一轨弦乐，这里就仅仅只走一轨弦乐。来自早晨的问候，希望你们喜欢这首集结号。